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在四月二十三號到新加坡展開五天四夜的參訪，透過觀摩新加坡實施雙語教育的成功經驗和新加坡的交流，隨時可以應用在嘉義縣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参访团由教育处长李美华率队，带领校长以及教师总共二十人，在二十四号分别前往南侨小学以及新加坡文化遗产中心参访。紧接着，也阁有华文教育研究中心、华侨中学、澳南中学以及启华小学等等。处长李美华说，这次新加坡参访主要针对双语教育、国际教育、科技以及数学领域进行探讨，尤其在 MOE 看到新加坡的教育热情以及实施双语教育的努力。参访的行程主要是针对有一些双语教育、国际教育，还有一些数学领域、科学领域的部分，在学生成就上面，在新加坡的部分确实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所以这也是我们其实向往很久，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新加坡来学习。参访六个单位，也谢谢我们这个新加坡退休校长来跟我们做一个解释整个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历程。那当然时间有很多交流的部分，包括师资的应用、师资的结构与培育，以及学生的一个适性发展。我觉得教育这个新加坡的教育部真的是很棒，学校这边也能够这个依循的整个一个部里面的政策实施好这个双语教学，我觉得很棒。我想当然这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但是短短的这样的时间由中央到地方能够为了整个国家的一个双语政策有这样的成果展现，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借鉴跟学习。此外，这次参访邀请到两千位教科先生，林教授长期专注国际汉语甲数位教学的结合研究，实施各种数位化教学技术甲策略，对双语教学有深入的研究，而且曾经受到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邀请，向因分享台湾甲新加坡推广双语教育所面对的挑战以及机会，也为这次参访增添专业性甲价值。新闻新闻将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嘉义县上着好了风景哦，出来爱准备建设变了包。这避难包内底物件有准备三天的水，甲着基本的打粮、罐头、手电筒，加医疗卫生用品，甲着较厚的衫、运动鞋、甲鞋垫，并实时检查更新内底的物件。另外，爱注重家中的小朋友登记避难包的所在，并约定登记到成后，大家集合的所在。天灾人切，好家长一包，盖棺相叫，关心你。